怎么了？我觉得有点冷，我眼前有点黑。不，凡事不可以，我们给你拍他，快点拍他，把他眼睛睁开，拍他，扯他眼皮，快点拉起来。哇，是扯眼皮吗？好痛啊！等一下，我觉得听得颇痛的，我眼皮都跳。你还是让我夹起来，你还是让我死掉好了，这样好痛苦哦。突然觉得死了比较好。天哪！突然觉得活着真累是吧？对啊，你看，欸、你看，传说中漂浮的铁斧，爸爸，这是你的吗？没有，不是我丢，应该是圆圆吧，我。圆圆的斧头，哇，快凑一套咯，赶快赶快，可以买回去，然后拱起来膜拜哦。嗯，好北贡。还是你想要我跟他穿过？我可以先穿过一次，然后再。我觉得这样，你穿过可能没有要卖。哎，不一定哦，拜托。你还是没有没有，你要你自己的卖一套，他的卖一套，你这样就可以赚更多，不是吗？哎呦，对不对？注意哦，原味内衣哦，原味的、啊。公司啊，哪来的啦？圆圆的啊，圆圆味道的内衣。你为什么要偷人家内衣？我捡到的，我捡到的。他不要我。圆圆为什么要乱丢？我去垃圾桶搬起来的，可以吗？对，到底谁才是变态跟踪狂啊？到底哦？还好啦。很糟糕哎、欸。我猜，如果主播室现在看到我们，应该想说我们到底在干嘛吧？在干嘛？不知道在干嘛、啊，挖矿啊，挖矿啊。这是钻石洞穴，这个洞穴好。你不是快爆了吗？哦，你在挖这个，啊、还好，我挖那个、还行还行。没有没有，你不是，这是钻石洞穴。还有他们一起亮，他们一起亮，可以一起亮。还是老位置的那个位置啊？我们应该，我们其实离那个有点远，安全区。哦，我们要80分，快到嘞、欸，我们要去吗？走啦，我刚刚的路在哪？这里。那边，对，就是那里。突然一下子正经了，一下子恢复，很棒很棒。还不习惯吗？你不太习惯。走这里吧。白青身上还有没有苹果啊？有啊，我一颗。我这边有一颗。你要吗？我的味道。要不要？我看你的血，我很害怕。哦，我要现在吃吗？我觉得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要打钱吃吧。我也觉得是打钱吃，可是打钱吃有时候来不及吃。可能看到人就要先吃了吧。哎、欸，不是这里啊。不是这，不是这。哎、欸，不是吗？这里吧。大家都开始迷路，黑要死。对啊。啊，有，这里。然后我刚补起来了，因为刚刚这边有苦力怕在嘶声。刚听到嘶一声，就是这边的声音啊。是不是应该等个八十，剩一分钟。剩一分钟，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那就可以开再挖啦、啊。有了有了有了。哇！是现在八光八光，那边绿盾，那边绿盾，不用蹲，不用蹲，不用蹲。我们过去是绿队的方向。那我们就上去啦。有吧。哇，这个路好可怕、啊。不会啊，你还挖我脚下，你说我可怕、啊？没有，那是我太胖了，不习惯走那么小条的路。萧条。这样满意了。萧条是怎样？经济萧条。哎，有红队啊！深红，深红，就是很凶、很可怕的那队。44，对，要继续往上。你们有食物吗？有有有，金苹果，你要吃牛排、鸡肉还是生牛肉？你要几分熟？不用了，拜拜。哎、欸，不是说要做萝卜吊竿给我的？没有吊竿，哎、欸，可以耶。食言而肥。你真的要做吗？可是我不会做萝卜吊竿嘞，其实就吊竿加萝卜而已啊。哎、欸，紫队耶，我们每一队都看到了耶，刚刚、哦、我们是不是在正中间啊？这边中心点啊。哦，那我先帮你做个萝卜吊竿吧。哎、欸，真的要做，你做吊竿算了啦。嗯、啊，做吊竿给我就好。工作台啊，我没工作台。啊，这边就有木头了，好好好，给你给你。我有木头啊。给你给你，放了放了放了。好好好，给你给你。注意一下那个深红。深红很近，深红很近，深红要过来了。过来，他们要过来了。冲过来，他们直接冲过来了。来喽。那一对最凶的一对，小心他绕后。有烧小雨了，有有有，两个都烧了，两个都烧到了。后面你后面一个，圆圆你后面一个，再攻了，十一七，斧头，有了有了，加油加油！
赞赞赞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哦哟，加油！加油！只用来收头了，先不。我没有，捡他们有没有金苹果？他们有没有金苹果 ？No no no， 走走走走走走，我声音。哦，这个已经没战力了，这一队没战力了。嗨、嗯，有金苹果。Hello。不捡袜子就上来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有金苹果喷在地上、欸，哎。这假的没看到吧？没看到，没有，来不及了，紫队上来了，他要来收头了。紫队要来收头了，哦、真的无耻啊！他们那个没有看到，好可惜哦。刚有金苹果，然后紫队来接收了，紫队来接收，收东西收走了，然后要去追了。对，哎呀，追起来，追起来！哦，直接用弓箭射，哇哦，弓箭射了，哇，那个游泳很溜啊！哦呦，没收没收到。哎呦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哦，有人冲在前面，有人冲在前面，收在前面，哦，这个推人了，他一个人就一个人的血就比人家两个人多啊，嗯，咬猪咬猪，可以可以，回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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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不及了来不及，回打应该打不过他，血量太少了，嗯，那被破一下就不见了，对，封闭门口哎。赶快烧自己啊，我刚刚教你们的啊，自杀烧自己啊。哇，不要送装啊，别借了，不要送装啊，快点，珊珊，珊珊去边界就对了。哎哎，等一下，他们紫队打完黄队就可以继续打蓝队，蓝队也在这附近啊。哇塞，跑一圈啊，接力赛接力赛，珊珊不要送装，珊珊去跑岩浆，去跑。哎呀，钻装没有拿，他没有吸钻装哦。哎，不是，他是好厉害哦。巧克力看到了，巧克力来看了，没烧到，没烧到，有看到，看到，哦，珊珊，好可惜哦，不是叫你自杀吗？他跳岩家掉了啦。哦，叫我叫错了，对不起，是圆圆，他是圆圆呐。啊，你们也没纠正我。就说好要跳岩浆，多好的呢！不能让人家遗漏。你看，你看这个坏人。这里某个轴在那个圈外面。这个人等下就穿了你的原味内衣了。他们没看到，他们没看到，真假的？这边还丢一颗金苹果哎！啊，看到了吧？看到了吧？看到吧？有看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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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捡不起来，太多东西了。哎，蓝队好帅哦！嗯，蓝队怎么？蓝队怎么了？变态！没关系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冰霜情者，对啊，他有冰霜。哇塞！哇塞！钓到的！哇！牛逼啊！哇！雷迪高啊！雷迪高啊！等下再捡刚刚的那个尸体，很威哦。他们已经走到打仗的这里了。你们的，你们的尸体，你们尸体被两队捡哎。好惨哦，这个。哇，好帅哦！哎，这好帅的，好几率很低耶。第一次在 UHC 看到冰霜行者。哎，如果是那个，如果是最后中心演员都在水上就好玩了。这这很有优势哎，很有力哎。超有力啊！逃跑的时候超好用的。走过去看一下哈基那一队在干嘛？哈基在地下没有人。冰霜行者比较帅啊！对啊，看他们干嘛？看他们没有意义啊！我去看冰霜行者啦！冰霜行者在海上打的话，就直接把他们闷在底下就好了。对啊，他只有西瓜行者啊，还挖机啊！冰霜行者，鬼鬼的脚上吧，鬼鬼的脚，鬼鬼的鬼鬼鬼。他的断脚，没有，第二阶段来了。人家是鬼鬼嘛，自带寒气，可以可以。哦，也是啦，也是啦，冷冷的。哎，你们要想知道为什么泽平一直在 Q 我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开场。哦，你们是不是碰到他们啊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开场做个斧头，跳个两下就看到他们了。就在隔壁而已，好近哦。然后就他们一个放工作台，还没喝东西，看到我，三个人就四散跑。我在犹豫，我要就追谁追谁追谁。兔子的霸气。然后你追到泽平的，追到一半，然后看到我跟影月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追到泽平的时候啊，算了，蹲蹲好了，他往树上跑，因为他就往下跳了一下，就跟着跳，他就继续追追追追追。追然后追到后面就是看到你跟泽平好像在海上，然后看到泽平好像过去，然后就看到你跟影月。我本来就要说他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原本是我们三个去打泽平，后来想说啊，繁星你去，那给你收好了，我们就走了。我们就直接开车走了。
我前面也看到泽平有点想说要不要去打他、欸。哇！怎么说的？他可以活到现在，太厉害了吧？人人喊打，好恐怖哦！得罪谁？还没挖就看到有人在那边跑来跑去。每看到泽平都要杀死我一次，想说要不要去打他？不是，他就一直被别人看到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那我们一开始就是繁星说，哎、欸，我看到，然后一转眼他已经不见了，然后人在结果泽平活得比你们都还久、欸，哎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烧到大家都看一下才行，要烧起来这个眼睛，三两个哎、欸，这个哇，你们太早过来了，我们本来想先收掉巧克力的，他们好悠闲哦，哦，我们想说先消血量啊。队友们很开心，说：“哎、欸，他们血很少、欸，哎，去打他们。”去打一下，然后一看到转装，这等一下，可是我的手已经出去了。哇！队友们来打输了，太慢了。然后就被收了。他们还在地底啊，这个。对啊，那个绿队真的是很轻松、欸，好可惜哟、哦。高度限制是什么？刚才开始有高度限制，还没啊，要再缩小一点，很久，要一百分钟，还没。绿队真的超悠闲的，虽然我们看过他们几次。嗯，那可以问一下你们刚刚怎么死的吗？第一个死的，第一个死的是好像是小弟吧？我们这一队，我们这一队的、哦，对啊，他第蓝队掉到刻教条往下跳啊！哦，哇，往下跳什么？复原弓。不知道什么什么蓝队复魔弓哦，谁哪一队？耐久对，哦耐久吗？估计是耐吧，我猜啦，掉到的。哎，可是他掉掉上，因为现在三个很紧张，感觉是好的东西，感觉是好攻。哎，对啊，对啊，就说哎呦，你看来接，哦应该是好攻，他们是好的东西，应该是好的，应该是好的，然后切个创造下去偷袭一下，冰封行者，然后又有好攻，他们这边会在外面呢、欸，他们可能等一下要走了啦，他们等一下要走了。他们在上面应该还好，因为他们直接冰霜行者跑得快，而且有冰霜行者，他们有那地图、啊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啊、他们走很快啊，会开路有没有？他们可以 K L P， 太远了，真的距离太远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其他人没附魔啊？就我是觉得应该都是用附魔术附的，应该是就掉到了，就是对啊，没有附魔台。我靠，谁在跟你做附魔台的概念呢、欸？真的。附魔台只能附出那个普通的东西，它可以只有掉到高级的。对啊，嗯、对啊，不能是你用附魔台往上哦，往上会直接预指队哦。哪一个？哪一个绿队？他上来会上。哦哦哦，绿队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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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紫队要打他们哦，紫队要打喽，紫队要打喽。在蹲了哦，哎呦，关键来看一下那个燃烧镜可不可以挥到哦。都没有用啊，都发亮了。哎呦。但是谁有蓝烧剑啊？他们不打、哦，那个哈基有，所以如果哈基挥得到的话，他们会很慌。嗯，他们太慢，他们过来，来了，哇，他们选择来了，就在正下方，就在正下方了，选择在地底哦，往前挖了，这个在边界外哎，要关，哎呦，他们要挖到边，他们要挖到里面了，要打了，哇，很想打，看到了，想打哦，来了，很凶。哇、欸！来了，下来了，你们该应战喽！哈基注意，下面的比较不利哦。哎呦！关起来！哎呦！哈基挖开，他挖开了，要挖开了，通了，通了！有！灌岩浆，灌浆了！这个应该灌不到。有吃金苹果喽。他应该只是想没有他们那么早挖上来，他们紫队要先去弄蓝队啦，紫队要先用蓝队、哦，蓝队要来了，巧克力要把他鞋子拿回去了吗？他的原来是他的鞋子、啊，来了，冰霜行者，他的鞋子啊，冰霜冲啊！我不喜欢冰冰的鞋子，等一下，要掉下去了，泽平，来了，泽平你太重了，泽平。队友更好啊！又回去了，他们哦，哎呦，忙哦，给你们，专心打一个了嘛，要主播很累耶，你们通道两边跑哎，有了就下来啦，上面整个烧起来了耶，现在不是对啊，要打快打，哦，他们又是。你们到底要去哪里？快点决定一下。决定一边。哦，他又跑去找蓝队。哎、欸，挤过来了，挤过来了，挤过来了。
向左走，向右走、欸，哎，好忙哦，大家，他们很忙哎、欸，两边都要顾哎、欸，很累哎、欸，专心的要住有没有？完了完了完了，通告费领很多哎、欸，哇，要说了下一个边界，花心的上来，快上来打喽，嗯，下一个边界走了走了走了，只对我们走了，趁现在上来，趁现在，赶快走赶快走，绿队快！啊、还有他们想走回去，想再走回去，快点回去了，很烦，一直走来走去，多念念不忘啊！都已经被急死了吧？这再不上，可以上去冲啊！绿队再不上来，真的有危险被哦上来，然后后面包包起来，两个挨队就好了。对啊，蓝绿现在要合作啊！蓝绿要蓝绿。